医生还在纽西兰吗？还在啊，现在读大二。大二啊？什么科系啊？工程，电机。电机工程。电机工程。听说考到救生员了。考到救生员了，去年考到的，在海边。他那天找我说，爸，我今天那个救生要考执照，然后要现场做实测。那我说，他说要我去，我说当然啊，你这荣耀的一刻，我一定要参与啊，见证你那一刻。我要干嘛呢？他说你必须当扮演溺水者的。我要先到海边脱了鞋子之后，往海沙滩以外游200米，在那边飘着。哇！然后我是真的要飘着哦。然后他就必须要游到外面去，然后用那个仰视把他拖回来，用仰视把我拖回来，从头到尾要拖回来。然后那一路有人在监测。我演得很真哦。原来你的专长是演尸体的，而且是浮尸。好，那叫什么？浮尸。浮尸。